这边，医生，这是孩子的父亲，已经验过血了，再等化验结果。幸好送来的及时啊，孩子都烧到39度了，这要是引发高热惊厥就不好了。这个对乙酰氨基酚了吗？试过了。 去一下洗手间。 你刚才在干嘛呢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在哪儿了吗？你搞什么？彤彤发烧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在身边呀？萧炎送彤彤去的医院，我给你发个地址，你赶紧过去，我一会儿就过来。我知道了，我已经快到医院了。小明给我打的电话。他怎么知道？ 你赶紧来吧，你快点儿！你小孩发烧了，没有？我刚才都听见了，你回去陪孩子，我一会儿跟你们李总说，你现在就走吧。多谢季总关心，我自己说吧。 这个高热惊厥是什么意思啊？一旦出现过高热惊厥时，以后再发烧就很容易复发了。怎么会突然发烧了呢？不是他那个又没有咳嗽，又没有流鼻涕，一点感冒的症状都没有啊！哎，好奇怪啊！如果是幼儿急诊的话，他就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会突然高烧。要不是大人，会自己说难受。 那个医生，像这样的情况，我回去用那个酒精棉给他擦一擦，物理降温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干嘛？这个千万不能用酒精擦。哦。这个酒精容易刺激宝宝过敏，并引发其他症状，所以这种方法呢，早就淘汰禁止了。我倒是建议啊，你们多掌握一点婴幼儿的知识。 也别更好的照顾宝宝。喂，妈，彤彤怎么样啊？ 知道了，妈，你还真敢把彤彤一个人丢家里啊？我们用月嫂了。 就您请那临时保姆，您调查过她的背景吗？你就敢把孩子丢给她？那个保姆一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，也完全没有责任心，随便就把孩子给丢下了。也幸亏萧炎发现的及时，能把彤彤给送到医院来。彤彤生病的时候，她父亲在哪里呀？在哪里呀？不是，我的情况您还不清楚吗？你什么情况？你的情况就是舅舅自取。 你以为单亲妈妈这么容易做啊？娇蕊一个人带着孩子多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谁把她逼到这个份上啊？你还来指责我们？你没有资格。那陈小蕊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她怎么还不来医院呀？在哪儿呢？在路上呢？干什么？哪那么说走了来就来了？真是。陈院长。
我想跟说几句公道话啊。莫明作为父亲，作为医生，他都尽心尽责，无可厚非。现在彤彤生病，有他陪在身边，你们不也少些担惊受怕吗？哎，小经理，那个，谢谢啊，你把我这个外孙女及时的送到医院里边。但是我们家的事情呢，你还是少掺和。 我才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呢！我只希望陈娇蕊，她能够做到公私兼顾，别影响别人的生活。你是莫名吧？啊，我是。你赶快走吧。有什么事吗？我要去哪儿啊？ 你没遵守法院的判决吧？法院已经终止你的探视权了。这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你的前妻报警了，走吧。不是，警察同志，我女儿她现在还发着高烧，在里边躺着呢。她作为母亲，她不来照顾。 我来照顾孩子，他还报警，撵我，不是他这人还有点理智吗？他又一点关心孩子吗？这可不是一次两次的事儿了。这不莫名，你干嘛？你胡说八道有什么意思啊你？我告诉你，造谣污蔑，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我污蔑谁了？那陈娇蕊她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莫明，我刚才不说的很清楚吗？在路上。张二贵，别吵吵了，这里是医院。总之，你赶快离开。 这位女士，你跟孩子的父亲什么关系？我是孩子母亲的同事、邻居，是我把这个孩子送到医院来的。哎，你这是。 爸爸绝对不会离开你的，爸，你先把孩子放下，有话好好说。别过来！让你离开医院，又不是让你跟孩子生离死别，你说你折腾个啥？他凭什么报警啊？我女儿生病了，我凭什么不能来看呢？他有没有人性啊？莫明，你抽什么风啊？彤彤还发着烧呢。 彤彤，爸爸对不起你，爸爸对不起你，把彤彤给我，把彤彤给我。
我们赶快走吧，警察同志，他不是坏人，走吧。 李总，希望我们这次合作顺利啊！啊，我们先过去吧。哎，走吧。失陪啊！孩子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退烧了。那小孩子就是这样，三天两头发烧。 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发烧是好事，能够增强免疫力。是。董事长来了。齐律师，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不能过激。是是是。一旦造成不良后果。 我们只能依法处理。没错，啊，那您就把他们带回去吧，下不为例啊！啊，辛苦辛苦，赵总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，我也得说。你做事能不能稍微控制下自己的情绪，不要把把柄落在别人手里面。 想事情稍微长远一点，你今天这么做，不但违反了探视权，还差点绑架自己的女儿。你这么做对二审会非常的不利，知道吗？你没孩子，所以你体会不了我的心情。我是让你想女儿，可你也不能……我现在已经够难受的了，你能不能不要说话了？警察都能体谅我，你怎么就不行啊？你真是一点情商都没有啊！你还有理了是吧？我真是欠你的。 去我那儿。不用，我回自己家。陈总，辛苦了。 我听我妈说了情况了，今天晚上有劳小经理了，谢谢，晚安。彤彤烧了39度，我给你打了无数电话，你不回，发微信你也不回。小孩子嘛，多发发烧也是好事，可以增强免疫力。你真的配做一个母亲吗？ 你明知道莫名有多爱彤彤，你比谁都清楚，你怎么忍心报警？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我没有必要回答你，但我也告诉你，这是法院的判决，他的出现会影响我的女儿身心健康，还有肖经理，请你对你的行为适可而止。 如果你继续干涉我和我女儿的私生活，我们也只好法院见了。你根本就不爱孩子，你也不需要孩子。你霸占孩子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你的身份。
一个伟大的单亲妈妈的人设，你在利用你的孩子博取同情，实现野心。陈娇蕊，你根本不配做一个母亲，你应该把孩子还给真正爱他的人。我自己的孩子，我想怎么样的是我的事情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那么喜欢管别人的孩子，你自己生一个呀！张口闭口孩子孩子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谈孩子？我不会生孩子，永远都不会，因为我就害怕自己会成为你这样的母亲。之前谈比伦融资的时候，你在现场你也听到了。那现在是投资方跑的，那你没想到，我也没想到啊。公司现在面临这么大的困难，大家都是股东啊，那这个责任总该一起来承担吧？我知道，我理解。我现在这两天也一直在找新的股东啊。那这也不是哦，今天明天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事儿啊。游戏公司有多烧钱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先别说，你先听我说。我给你打这个电话，不是想跟你吵架。你能不能先把拖欠员工的工资垫付一下？那这个责任总该你跟我一起来承担吧？喂，你说话呀？喂，大哥，你等会儿，还真是爸爸呀，爸爸！哟，回来了！怎么这么早回来了？哎呀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不是说今天公司有个什么很重要的股东会议吗？你怎么还不去公司呢？是，那个，嗨，有一股东他生病了，我们改下午开会了。早知道你不去公司，让你去接聪聪好了呀。啊，我接着幼儿园门口吐了。我吐了，没事吧？当然有事了，本来幼儿园小朋友可喜欢我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结果现在好了，我今天吐了以后啊，小朋友都嫌弃我绕着走呢，我就苦心经营的仙女妈妈形象毁于一旦了。这帮小兔崽子，那什么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明天我去送聪聪，我也接聪聪，你好好在家歇着啊。真的，那就辛苦爸爸了。不辛苦。虽然你不去公司，你在这等我们俩。啊，等你们啊。真的，爸爸最爱我们，最疼我们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想不想和爸爸煲汤啊？嗯。那还不快回家呀！回家了！干嘛？快点！啊，怎么了？快！哎呀！在公安局录口供，什么感觉啊？刺激吗？哎，跟你说话了，你别装睡啊。真没礼貌。谁没礼貌啊？还怎么说话呢？还录口供，刺不刺激？你去刺激刺激去。来，你，我这是在锻炼你。你什么？你得尽快坚强起来，对你前妻免疫，这样他以后对你做什么都不会打击伤害到你。哎呀，婚姻真是无间道啊！轮不到你说啊。
看你是不是有新欢了。什么新欢？我帮你洗车的时候，在座位底下发现的。老公，我的手机落在客厅了，你帮我拿一下。老公，听到没有啊？我的手机。听见了，马上给你送上去。钱包落我车上了，正好我一会儿办事会路过你家附近，我给你送过去。老婆，你手机没电了，我放楼下给你充电了，别玩了，睡会儿吧。好吧。我出去一趟啊。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莫师兄，师弟师弟，哎，辛苦师兄又跑一趟啊！没事儿，这昨天送尤雅去医院啊，太着急了，直接落我车上了。谢谢。尤雅她睡觉，她身体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哎，要不来家坐会儿吧，喝口水。不用了，让她好好休息，等哪天方便了我再来看她。你放心，就算你来家里，也不会打扰到尤雅的，我不会叫醒她。行吧，那师弟你就好好照顾尤雅。好，等你们好消息啊。好，师哥慢走。走了。月子中心是母婴产业里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也是母婴业务的前沿阵地。经董事会决定收购这家安心人月子中心，将其打造成为高端品质的月子中心，面向中产家庭。今后，我们也可以通过这家月子中心，更深入地了解母婴市场的需求以及周边的产业链。但是你们也清楚，在这方面，我们之前没什么经验，开疆拓土的条件呢也比较艰苦。这家月子中心目前还有很多的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，到时候由陈总的团队负责和月子中心建立联系，向他们输出西亚集团的理念和需求。我听说肖经理之前跟这家中心有过接触，是吧？去做过市场调研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李总，我们整个团队当中目前只有肖经理与月子中心建立过联系，理应由他来负责这项工作。当然可以，肖经理，没有什么不适应之处吧？什么意思？
我之前看到过你与月子中心妈妈们的合影。如果接下这项工作，后续还会与宝妈、宝宝们不断的接触，想问问有什么勉强为难之处吗？如果是不愿意或者是不喜欢的话。萧经理绝对是没有问题啊，就算是再不情愿，一想到大家都是女人，还是会同情的嘛。我同情的是女人，不是小人。行了，小燕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吧。好。你看，我们的宝宝多可爱呀，每一个都跟小天使一样。你们这样集中的婴儿托管，是怎么做到预防交叉感染的呢？交叉感染？我们这儿的宝宝都很健康的，不会生病的。你看多可爱呀，没有什么防御设施吗？当然有了，我们每天都会进行健康检查的。除此之外呢？硬件设备什么的没有吗？哎呀，这个我就不大清楚了，这你得问吴总。吴总说这些都是你来负责的，你应该最清楚啊。哎，欢欢姥姥来了。哎呀，姥姥你好。是啊，你这天天都来哈。是啊，放心吧，交给我们放心吧。好，谢谢，我先走了啊。哎呀，这些都是什么人啊？家属。你们这管理够松散的，肖总，您看你这话说的，我们这管理怎么就松散了呢？这些人进来的时候都消毒了吗？消毒了呀，这事儿归前台管，进来的人都得消毒。你看还有没穿鞋套的，这得带进来多少细菌啊？这不是一般的公共场所，这是宝宝住的地方，像他们这样随意进出，探视没有时间限制的吗？肖总，您。不喜欢孩子吧，李主任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是没生过孩子的话，你可能无法理解一个家庭刚拥有孩子的心情，你更无法设身处地的想象他们想见到孩子的迫切愿望。你想啊，咱们要是给这些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规定探视时间，好多钱都是老一辈出的，咱是不是太不近人情？宝宝和宝妈的健康环境都得不到保障，还谈什么人情啊？这是安心人月子中心去年和今年的一个业绩简报。去年相对比较稳定，但是今年大幅跳水。我粗略的调查了一下它的问题所在，近半年销售部门的人员流动较大，市场部门丢失了两家非常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，现在整个月子中心管理非常混乱，护理部的护理人员素质良莠不齐，整个设备非常陈旧，需要全部更新。挑毛病很容易，我相信很多月子中心都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月子中心不是其他的服务行业，这些问题是不应该存在的。那就请肖经理谈一下建设性的意见吧。我跟他们的吴总谈过，这个吴总好像并不在意他的硬件是否达标，他更在乎的是如何开发新的美容项目来赚钱。现在这家月子中心有太多的漏洞和不完善之处，既然要代表西雅集团文化，就要大刀阔斧的改革。我建议另外聘请一名有能力的经理人，协助吴总重新建立品牌形象。只有一家有良好信誉、设备健全的月子中心，才能够得到消费者的青睐。我会把你的建议提交董事会的。我会继续监督他们的工作。陈总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肖经理说的都很对。哥，你前妻最近收敛多了，不怎么搞我们了。您好，这不是好事吗？
哎，你说他是不是孩子一旦大魔王啊？如果真把大魔王给逼急了，他可落不着什么好。也许吧。哎，你说如果他俩真刚起来，谁能赢？不知道。你是不是还没对你前妻死心呢？我不是没死心，我是吧？哦，你是抖 M， 什么玩意儿？超级受虐狂。滚。海哥，那你那工作找的怎么样了呀？嗯，哟，可以可以。洋气。李姐，嗯，就原来咱们医院那个护士李美娥，对啊，就是她。我也是前不久碰巧碰见她的。她从医院走了之后啊，就去了月子中心，说那儿工资高，待遇好。而且还没有医院那么辛苦，我一听，这不正适合你吗？哦，他后来去月子中心了呀？对啊，而且啊，干得还不错，还当上了护理部的主任，听说很受重视，领导都得听他的。不是，小夏，嗯，你知道他原来对我意见挺大的吧？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俩之间有一点小不愉快。但是那不都过去了吗？我觉得这工作适合你之后啊，我就侧面的把你的情况和他说了一下。哎，没想到他很热情啊，一个劲的说让你去找他，他能帮得上忙。我不是怕他记恨我，我是觉得李美娥这人吧，他工作态度有问题。你说他在咱们医院干了那么久，他还当不上护士长，为什么呀？他干儿科，那得比其他科室更认真、更严谨。美娥这个人，他实在是……哎，我懂，我懂，师哥。我是觉得吧，可能是因为之前工资又低又辛苦，心思没放在工作上呗。但是我这次见他，他这个状态跟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是吗？啊，你这样，你先跟我去见他一下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见一下总没错吧？喂，宋，你说。哎呀，老大，你可终于接电话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两天可千万别来公司，暂时避避风头吧。这帮员工都跟疯了一样，都快把公司给搬空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哎哎，喂，宋儿，宋儿，喂，妈。哎，怎么了，楠楠？那个，您跟我爸能不能再借我点钱呀？要多少啊？10万块钱就行。不是，你上礼拜不是刚从你爸那拿了30万吗？是，我知道，现在公司负债太多了，我拖欠了员工的工资，尤雅现在还怀着孕，我把他们到时候闹到家里来。我跟你爸当初说什么来着？啊，游戏公司不靠谱，你就是不听。非要弄，哎，算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和你爸再凑凑吧。给您添麻烦了吧？那，你和小雅说了吗？还没呢。这时候再来一个孩子也不是时候啊，你们这以后的日子可就是苦日子了。等将来你们熬过了难关，再要也不迟啊。爸爸。好了，妈，你别担心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啊。老婆，看什么呢？啊，我在给我们女儿选衣服呢，你看看，好看吗？嗯。你怎么确定就是女儿啊？当然是女儿了，我有感觉的。嗯嗯，老公，你看啊。这上面女孩子的衣服款式好多，而且每一件都好可爱呀，我全都想买呀，怎么办啊？
太着急了吧？这都是四五岁孩子穿的，那等四五年以后，那肯定又比这有漂亮的了，对不对？说的有道理啊。那我更得买了呀！以后等我们家欣欣出来以后啊，长到四五岁就成复古版了耶，别人都没有。老婆啊，那个，我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最近啊看了好多关于生二胎的文章，那文章上都说啊，这生二胎可能会影响老大的情绪，我是比较担心咱们家聪聪。你看他这么黏着你，他肯定接受不了又有一个人来跟他抢妈妈呀。我觉得吧，要不然等聪聪长大一点，等他懂点事儿，我们再把这二胎。其实这个事情呢，我想过了，聪聪我已经搞定了。啊？聪聪，想不想要妹妹？想，我想要妹妹。你别管他，他懂什么呀？他才多大呀？那他等他长大以后，他明白了怎么办呀？我跟你说，网上好多人都说，那说还有老大那打妈妈肚子的呢。那就更不可能了呀！开什么玩笑？咱们家聪聪是那种小孩吗？真是。我不是这意思啊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生二胎，能不能再缓缓？不缓不缓，现在欣欣来的刚刚好。老婆，三个月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不要再瞎操心了好不好？要我说呢，你现在应该一心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公司里啊，对吧？实现你的梦想，把公司做大，家里就交给我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老公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外面负能量爆棚啊，怨声载道的妈妈好多，像我这样整天待在家里还没有任何怨气的太少太少了，凤毛麟角。知足吧啊！我很知足。幸不幸福？幸福。那就好了呀。哎，其实呢，我也想过了，等以后条件允许的话，我还想生第三个呢，是个足球队。哈哈，小孩子真的是太可爱了，你就多费点心了。放心吧，没问题，我会定情的。别抱怨幸福啊。怎么会呢？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早上给你那个文件啊，你回去好好看看，然后我们及时过。好，坐。我已经把你的意见反馈给了董事会。董事会很认可你的想法，经讨论，需要从公司本部调一名有能力的同事到月子中心，担任品牌运营总监，协助吴总打造月子中心的新形象。我们一致认为，这个人选非你莫属。之所以推荐你去月子中心，有三个理由。一，你有这个能力改善月子中心的漏洞。第二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在接洽这个项目，你最熟悉和了解他们。第三，接着说。是你的身份。我身份怎么了？以你坚持的立场，更应该到月子中心去好好了解体验一下妈妈们的生活，这样也更有助于你目前的工作。李总说的对，你之前去那边不是跟很多宝宝妈妈们都拍了非常有爱的照片吗？对于提升你的形象也都是非常有利的。我形象怎么了？要去月子中心提升。小妍，你视而不见我的业绩，屡次三番提醒我丁克的身份。丁不丁克是我的隐私，我的私生活，和西雅和工作毫无干系。我完全可以以歧视员工为由，起诉西雅集团。小妍。
下几秒。